好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哈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涨了261点啊。那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有预估到这个大盘会这样走吗？其实我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就跟你预告了，大盘我这个都留下来做我证明，好，看我讲的对不对？当时跌到怎么样？12619，我没跟你讲说怎么样，在12900到12500，至少有怎么样，先涨1800点，结果不止涨1800点，涨了怎么样，2500点。那这个地方，先前在这个地方，有人认为是怎么样，这个头部，我当时有看电视，有某个分析师讲。说台积电这个做头了，我们看一下2330。哎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好，这个错误化，2330，在这个地方，他跟你讲说怎么样，台积电这个头部。其实我当时我怎么跟你讲呢？我说这个怎么会是头部呢？你看一下，从这个地方，你把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这一条线拉过来，它打一个怎么样非常漂亮的头肩底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拉回来这个地方碰到这个地方就是颈线，这是绝佳的买点。结果我看到有分析师这样讲，我就跟你讲说的，我要纠正。整个市场在误导你们的看法。我跟你讲说，这个地方会第一波会涨怎么样？490到580。好，现在这一波我调整了，好，会涨到620块。还有当时有人讲说怎么样？联发科啊，这个头部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这样看，你是不是那是？跟你讲，这一分析，这一种分析是见树不见林的分析，结果怎么样？涨到这，原因何在？因为这个地方在打一个头肩底。那注意一下，这一段要等于怎么样？这一段。好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大涨幅？好，那我们陆陆续续用本益比跟这个景气落底的现象，哦，就是我们跟你讲怎么样，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当时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，用数字，用这个数字跟你分析，你看得就很清楚。台积电 Q1 Q4 的营收508、5086、4824、5520、6169的。这是我的预估，那我告诉你怎么样？第二次谷底，那第三季、第四季跳升这样，联电怎么会是做头呢？这个台积电怎么会做头呢？台积电告诉你要怎么样？要涨，联发科也告诉你要涨，那分别告诉你怎么样？景气在 Q1 落，Q3 落底，Q4 落底，Q1 落底，Q2 落底，最坏就在这里，Q2 落底。但是我当时跟你讲说，现在5月中了，拉回来你还是要买。我跟你讲，五月中有没有这个地方？五月中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是五月中的，拉回来还是买。好，接着黄老师告诉你，第一张资料告诉你这样，第二张资料，我告诉你哦。传产与电子、电动车与未来随机大潜力，那各位看一下，这一些都是高估，我们不要讲了。所以你要锁定在怎么样，电子跟电动车。好，再来第三张图表。好，今天黄老师有修正哦，你可以把黄老师这一张的资料，请你赶快一点，用你的手机把它拍照下来，这个对你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所以好，或是。后市如何演变？
长线主流仍然在 ChatGPT 跟电动车。我跟你讲说电动车你们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看一下6279，你看一下长得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2428，等一下我再跟你好好的介绍这一档股票。我认为这一档股票至少有250块的价值，至少有250块的价值。3665，各位严重低估，今天涨200多点，它怎么样？今天拉回来跌上，各位明天，因为今天它没有涨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天怎么样？那一些高本益比股票或者高估的股票容易开高走低收黑，甚至有些股票直接怎么样啪开低下来，但是这一档股票怎么样？明天抗跌一涨，它一定是逆势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档股票我时常跟你讲，这一档股票业绩比什么6235要好，结果这一档涨到怎么样150块，那这一档股票还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昨天跟你讲的怎么样 TVC 有没有？早上一开盘出来砰涨停板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讲。好，所以你这个地方各位你要记起来啊，长线主流仍然在 ChatGPT 电动车为主。我跟你讲电动车你们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你们还在迷恋怎么样国防航太，迷恋重电股，迷恋储能概念股，迷恋那个高估的充电桩。我跟你讲错，不是那一些股票的，会电动车开始脱颖而出了。那 ChatGPT 分三组，好，那搭配业绩非常好，尤其被动元件封测及 KD 周 KD 刚交叉往上 为主，另一部分，那各位说真话，被动元件封测明天这个地方也会开始怎么样热身。好，注意哦， ChatGPT 分三组哦，各位你记得，涨太多需进行，从明天开始它进行八天的修正，你不要去追了。我跟你讲这个族群你不要去追的，要修正八天。哪些股票？ M31 广达、伟创、盈威、建策、智邦、奇宏。奇宏这一档股票比本益比比较低，所以它今天很强。好，双红、建策、秦城、英业达、技嘉、光宝、青银，这一些要进行八天。但是进行八天不是告诉你所有股票都要跌，仍然有个股表现的机会。第二个，处在高档也需进行5到8天的箱型震荡，如四星创意、金像电、台光电、台药、台积电、日月光、金源电、微影、台积电这个也，那这告诉你怎么样？它进行一个怎么样箱型？那箱型怎么样？进行了八天整理，再来突破，进入另外一个怎么样箱型？各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各位你一定要买这个族群，逢低以买进为主，台新科、华泰、成旗、军居、建鼎、智研、联茂、蓝电、新兴、旺系、鸿海为主。另外记忆体你可以参考。好，这个主权不改了。注意看电动车当中会怎么样，气电零，你注意气电零车电这一波涨太多的，我跟你讲江森、翼龙、华车、三洋、和泰车这一些要整理八天，等一下再跟你讲。但高丽、德伟、华府严重高估，你这三档股票高丽、德伟、华府绝对不要去追。而且怎么样，有的人以逢高出为主，没有人你就看就好。好，拉到怎么样以 TVC 东洋地保四德为主，以黄田建林为辅。 好，电动车以茂联、虎磊、新秦、腾辉这四档有大行情，建核心、以盛、台半、西华、万泰科、继而为辅，
台达电、自贸、信邦、阶梯式左高。好，被动元件，各位注意，国际华新科、立隆、立敦、新昌电、日电贸、和生堂、丰策的这些股票也怎么样为主？周 K D 价，这些明天会开始上涨了。被动元件跟丰策，好，明天拉回有限，我认为这一项好。业绩股注意有调整哦，你注意一下，中磊、自身、自益、安勤、联阳、自新、细创、联勇、宏宝，宏宝这个股票，新银、中美金，这一些都看好。传产股我跟你讲是吧，龙钢、大亚、宏泰、长荣行、华航为主，但等拉回五到八天才可在短中线介入，你这一些股票不要去追高。那你看一下，有些股票可能回到八天，哎，你就可以短线介入。那长一点回到怎么样？五到八天。那中兴电相信操作好，我昨天告诉你怎么样？汽车股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我们先看看一下，黄老师昨天怎么告诉你的？有没有汽车国航泰重电这一些怎么样？这一波国航泰都大涨了，重电股都大涨了，对不对？储能也都大涨了，结果涨到这个地方，有些已经涨了七个月、九个月。我昨天跟你讲。也都还没有业绩，那这个股票人家会相信你吗？我怎么跟你讲？雷福，对不对？8033，各位，8033，你看一下哦。月线图，从这个地方几页？八页。那从这个地方算起，十页，已经涨了五倍、七倍。十页、十一页、十二页，现在已经六页了，涨了九个月。结果你看一下，你的业绩有没有出来？0.08。负0.02，负0.1，我们估计第二季还是一。EPS 怎么样？七。这个地方跟你讲，涨了七倍。为什么涨了八个月时间，业绩还没有出来？我跟你讲，全部都是在骗你。就像高端。当时都在骗里面，我当时救了我一个投资人，我一个投资人傻傻的听消息说要去买高端，我说如果你要你遇到鬼你才去买，我说我问他说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买高端？我听人家讲的，听人家讲的就买，你对他基本面了不了解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国航航太全部要走高端的模式。好，那我跟你讲说，国航航太，你看一下，这档股票昨天跟你比较过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比啊，你自己比嘛，比嘛，比嘛，对不对？比嘛 ，EPS 1.5，这个 EPS 2块，比那高很多呢。结果。你看一下1584，是不是长得这个样子？我们把它看怎么样？日线，好，长这个样子，长这一段，对不对？业绩普通，好。那你为什么不买 TVC？ 那 TVC 这一段期间有没有涨？没有涨。
所以今天提维西你看一下都讲再来哦，我跟你讲地保，我礼拜上礼拜我就跟你讲了，上礼拜我就跟你讲地保礼拜一定开高，提维西一定开高，结果怎么样？地保礼拜一涨停板，今天又大涨，提维西这样好。接下来你注意怎么样？东阳，各位，你比较一下东阳，我们把这个 EPS 调高四块，对不对？四块的 EPS， 东阳会 看好，但是要等它整理，等它整理，你看一下东阳1504，它也大涨了啦。可是你看一下。1519有没有涨？没有涨。好，今天已经怎么样？正式突破这个颈线。明天我大胆的判断，纵然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大跌，台湾股市明天回档，这一档股票也不回档。合理解释，它底部已经出来了，所以轮到怎么样？这个上涨。那你再看一下9951，刚才跟你讲的2228，这个地方跟你也跟你讲的，所以明天怎么样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资金要拿回来到这个，拿回来到这个，拿回来到这个，这个。那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讲说这些股票要整理？201你看一下涨了一大段啊，204涨了一大段了嘛，对不对？206涨了一大段了嘛，2207涨了一大段了、啊、所以我跟你讲这一些股票要整理八天，轮到怎么样？1522 1319然后再来怎么样？明天这一档股票会整理，明仔也整理，然后怎么样？这个你可以注意，这个量比较小，哦，你前场机制9951 2228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哦，所以跟你讲哦，再来。对，德伟这个业绩这样涨到这里，这个业绩这样是这样，所以明天这一档股票必然大涨。好，那再来自贸跟新群，新群各位投资人你记得哦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，我今天沙哑，所以我今天大概只讲20分钟。好，注意新群、茂联、胡联。还有腾威，胡联已经怎么样？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概念，6279，这个地方投信卖的什么？17000，筹码被换手，今天三大法人回补，所以这个投信大卖之后开始回补，所以这一档股票哦，非常大的想象空间。那你注意，再来要注意这个股票。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一段？看这里，投信在这个地方卖哦，全部都杀到低档，被人家怎么样换手？我跟你讲，合理解释，这一档股票有250块的价值。我跟你讲，你听进去，但是你注意一下，你不要听我讲到有250块价值，你明天怎么样？不管3721，就随便去追。纵然是上涨，也要等它怎么样稍微修正，你才可以去接那6672。然后怎么样？今天没有涨的，这一档股票会很强。好，再来讲 ChatGPT。再来，你看一下 ChatGPT、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不要去追的。哦，所以这个胡联你要注意，腾威怎么样？你要注意，茂联。好，再来，各位，
ChatGPT 这一档股票，今天三大华人大卖，所以各位哦，以这个为主，以这个为主，以这个为主，最低价，我跟你讲说，最低给小熊熊的 ChatGPT 就是怎么样，成旗跟什么华泰，你记得这两档股票有非常大，你看一下宝一，宝一，都可以这样涨的，那你成旗宝一就60.6了，写错了，60.6哦，那成旗这个地方他也是写错了，哦，他价格都写错，我的助理的这个价格也写错，所以你记得怎么样？成旗跟怎么样？华泰，那旗王有没有？他本利比比较低，所以技嘉不要追。所以你看一下旗王怎么样？今天表现也不错，旗王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以低价而言，以怎么样？成旗、华泰，还有台新科，台新科，哦，那如果以本益比来看，各位，你注意一下，台新科，还有刚才跟你讲的。旺系这一档股票，所以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，整个盘势虽然涨了200多点，明天高估的股票就修正了，那高估的股票哪些？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跟你讲的，你把黄老师这一张的资料请你拍下来，明天第一组这个 M31 广达、伟创、盈威、建策、智邦、旗宏、双宏、建策、群诚、英业导向，这些都要回答。明天注意，一定台新科、华泰、成旗、金基、建鼎、资研、联茂、南电、新兴、旺系、鸿海，一定有不少会展现强势。汽车零组件以怎么样？明天，今天这一只涨停板哦，那明天这一张整理，明天你怎么样？以东洋可能会非常的强，然后再怎么样？以这些股票，茂联、福联、新泉城，还有搭配怎么样？被动元件跟风车，还有这一些怎么样？业绩股，各位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规划。譬如说我们跟你讲说这一档股票，当时有投资人多少人怎么样，老师啊，这个股票哪样呢？我跟他讲，你跟着黄老师布局，你一定放心，因为我跟你讲的，我买的股票不是投机股，我买的股票不是题材股，我买的股票是货真价实的一个业绩股，所以各位，你跟黄老师买卖股票，你跟黄老师操作股票，我就是要让你怎么样，买的安心，抱的放心，赚的开心。各位，你想要买的安心，抱的放心，赚的开心，请你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络，加入黄老师的行列，跟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